响铃海参。响铃海参是四川的一道名菜，主料有水发海参500克、馄饨皮20张、调好味儿的馄饨馅儿200克、火腿肉25克、鸡肉25克、玉兰片25克、清汤750克、胡椒粉1克、水豆粉200克、香菇末、荸荠末、鸡蛋清。操作时，把鸡肉、冬笋、火腿切成片，肉末放在碗内，加荸荠末、香菇末、精盐，清汤，姜水，拌匀，肉末加鸡蛋清拌匀，加少许香油增香，海鲜则切成抹刀片。锅内加清汤，汤开以后放入海参，海参用水焯透后滤干水备用。鸡肉片再加精盐、姜汁、蛋清，最后加水淀粉拌匀。
将拌好的鸡片放入温油中滑散，必取油，加清汤，放入玉兰片、火腿片，放入精盐、味精、加入海参，同时滤去浮沫，用水淀粉勾芡，淋入明油，倒出，放置碗内待用。锅内放油，烧至七成热时，放馄饨。炸成浅黄色时，捞出放入盘中，加一点热油，上桌后浇上海参、鸡片制成的卤汁即可。这道菜的特点是集汤、菜、小吃于一盘，融色、香、味、形、声于一菜之中。